这个是胡外甥张鑫，这是他找的女朋友，来两个月不到吧，两个月不到吧，有点害羞，有点害羞。这是今天要去见家长是吧？对，这带着翻译小米。结婚了。那你咋你怎么跟他妈说的呀？这是第一次见他妈是吧？对，第一次去他家里。啊，对。嗯，那行吧，买点东西。啊，买点东西。走。走，把瓶子丢了。那走吧，朋友们，咱们一起去。那也很白吗？拍单件，单件可不没苦料。现在是买两个果篮。这不是孤兰，就这个姓，就这个姓。小米咋跟你说的？他丫头搁这上回去公安局那儿买辣椒的。这个要两个多少呗？多你要多大？哎，他大？收集的，二百万少不，里面应该差不多，中，就这二百万。那不知道在他家喜欢啥，那时候买个包，小包，小样啥，一百两。这个堵哪里去干嘛？等一下再给你妈妈包个红包。走吧，去他家。两个果篮外加两条裙子，又给他妈妈包了一个200万的红包。走吧，朋友们，咱们一起去看阿霞家里面，看他妈妈都有什么条件。到了，这个路真的是酷酷路，红包别忘了。去哪了？小妹妹了。走，这边，走这边。那是他妈妈，房子还是可以的嘛。小白弟，这个干嘛害羞了？哎呀，还真害羞了。没有钥匙，因为他妹妹，因为他弟弟还没出来，他们上去了。站完了坐完直接去酒店。哦，有好点事。这东西放着，让他放着，不要，这东西放着就行。风了，刚才风了。你现在给他们啊，你告诉他，我也不知道妈妈说告诉他，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，给他个红包就行。
没被他干过的。这个就害羞了，这是。是直接去酒店行。没有没有要。加油！妈，你在菜市场上班，然后没有带钥匙，也这是从菜市场他妈妈赶过来的，为了见准女婿的事。现在我们到饭店了，小米问一下他妈妈对阿欣什么样的。问阿欣，你爱不爱他？如果真的爱，就他是没问题，因为他，而且他是没有爸爸的，只有他一个人，只有妈妈的。我告诉他，我一定会对阿翔很好。好啊，阿爹妈妈在这里，好啊，阿哥阿妈来了，阿欣不能丢，阿欣不能离。我不会让阿翔受任何委屈。小米，你问问他妈妈还有没有什么要求？婚礼上还有，需要多少钱？你要问一下人家妈妈有没有什么要求啊？该怎么说？因为要那个回家，然后去考虑一下，因为有姐妹，有很多人就跟他们说，他们怎么说就告诉我们。哦，可以。他说这样是他是没问题，只有那个阿虾和阿星，他们两个如果他们两个是真的爱，他也没问题的。因为他阿香他是没有爸爸的，只有妈妈，也有那个妹妹和弟弟。阿星这边也表个态，我以后一定会对阿翔好，让他幸福，不会让他受到任何欺负。那行吧，星星去点菜。
菜上的差不多了，他妈妈也很开心，并且打电话让他亲戚都见了一下。这是阿霞的妹妹阿荣。那行吧，咱们开吃吧。这丈母准丈母娘也是，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顺眼。